啊，你怎么弄心？大家听到那个《净恨篇》，我入世利菩萨叫什么？善用其心。嗯，这个行完全是心行，心行啊，嗯，心用心里头观想力。也是我们读般若的时候，大家背心经的时候，念心经时，第一个字观，全是观，观，嗯，用观力来修行，啊。菩萨有十种力持，持日持日不舍，嗯，发了菩提心了，嗯。以这个心力来持，持什么呢？持你的修行。持的含义说，一切的修行就是不舍的意思，持而不舍。嗯嗯，说刚才念的文中哪十种佛力持？法力持、众生力持，三宝供养三宝。嗯，是普贤菩萨答的时候都那十度答的，布施、持戒、严守、禅定、智慧啊，在会里头开愿、方、立、字，就十不落密的。嗯，佛力持、法力持、众生力持。众生是指菩萨，菩萨都是众生。嗯嗯，力持呢，就是供养三宝的心，念念不断。嗯，你所做的业，业就是作用业啊，作用业。就是心里头作用，以你所做的业的力量，这个包括过去啊，也包括菩萨的现在力。行就是修行，修行，修行呢以供养三宝为首，供养三宝是在十度当中里头，布施度、上供、供养三宝。嗯，所以说，在我们任何的修行当中，先得四加行得修。四加行第一个就是供养三宝，一切修行之首，加三力，是吧？能起你一切修行啊的行，行啊，供养三宝了，以下就是你所修行的，修行的，啊，依照一切诸佛过去所修行的，你也入世修。在修行时候是以大悲为首，嗯，以大悲心来做学习事业，都是用心念呢，心念，嗯，悲里头就含着大悲，就含你愿悲做的业，悲心所起的作用就叫行，行，以你的愿力，过去许愿的愿力，愿力，嗯，对外边一些经，大悲心的智慧，以智慧所产生的大悲，所对的外边一些境界，第一个境界是供养三宝的境界。上供下化，
完了得给众生拍张福业，有布施，主要是行布施，行布施，行布施的当中，一第一要供养三宝，是吧？你的心念念的都没有忘记三宝，那是什么？其实呢，就是佛力加持、法力加持、众生加持，就佛法生三宝的力量加持。起完了就是你做的业，做的业，有业，你所做的业啊。说现在咱们所做的业，咱们做什么业呢？天天在修行，啊，修行，我是上殿过堂，你所做的业。就是行的力量，现在你的心念一举一动都不离开你过去的业，这叫业力持。现行的当中你所做的，现当中一天一天你的或念佛了、拜忏了，乃至于进洗手干都是行。如果大家净恒品没忘的话，进洗手干都念念的在那修道呢，就弃贪嗔痴呢，你洗手干是弃贪嗔痴呢。一天每位道友都在发愿，都在发愿，说想了生死啊，想成佛呀，想脱离烦恼啊，就是希望，是吧？但是你每一天修行时一定对着境界相，外边有很多事物，现实的生活当中那叫境界，时任是时间。说念念不忘三宝，乃至修行，你修行的什么的法得有力量啊，我们没有力动，没有力动，我们也不能够坚持，有时候烦恼来了，妄想来了，对的境界心就转了，实行的菩萨就在这上头用功力，用功力，善力持，是吧？念念的都在行善业，以佛所教导去做，这个得有智慧，叫智力持。说是菩萨修行，最初修行该应当怎么样修行呢？说十种力量有具足的。难住这十种法，就是供养三宝，佛的力持，持着不舍的意思啊，法力不舍，持是生众生身力的持啊，再加你所做的业，就是你所做的所的业就是修行，所以底下就是力，立完了就得愿，这你在境界上头才不被境界转，就是不被贪嗔痴烦恼所转。时呢又表示念，时时念念的产生力量不失掉的，这叫善力，善力啊。善力就是过去的善根，现在所做的善业但这些个都在的智慧当中，智慧当中，善业是属于佛，修善众佛，这个佛必须得有智慧，这叫佛智双修，双修持之不舍就得有定力总持，要脱了你啊！
把这十种意受词，受是领纳，领纳，领纳了之后就要去做，领纳受行，这叫受词啊。任何时候，任何处，时是时间，境界是处所，任何境界、任何时、任何处，都得到的智力加持，最后是自力、自负的力量加持，这叫初步开始实行法门的初步。初步就是欢喜住、欢喜行啊，发心住，初行是欢喜行，实行之手的欢喜行。因为有这十种了，心里生大欢喜。这十种都是心力，心力啊，因为实行菩萨的初行欢喜行是学佛的，欢喜行是因为见着佛，过去他见了法性了，相信见了法性了，看着诸佛过去所做的，他又照着诸佛所做的去做，所以他心中生大欣慰啊，非常欢喜啊。这种欢喜呢是法乐，咱们没有，咱们没有啊。如果是道友们有时候念经或者拜忏，突然间是产生一种身心四悦，非常欢悦的。拜忏的忘了不是拜忏了，念经忘了是拜，忘了是念经了，又产生了欢喜感，欣慰就是欢喜感，怎么样的欢喜感呢？详细分别说啊。所谓入菩萨发入世心，尽我来气，所有的祝福出行于世，我当皆得随诸成事，生欢喜心。如是思维，心大心欲，不是思念，彼诸佛如来出行于世，我当系无上供具，恭敬供养。如是思维，心大心欲，不是思念，我以诸佛所行供养的时候，彼诸佛如来示会我法，我心以身心恭敬听受，如说修行，与菩萨的必得一生现生当生，如是思维，心大欢喜。这个就是供养三宝的时候心里想，菩萨修行就是用意念发菩提心，要行菩萨道。那么行菩萨道第一个就是供养诸佛，是吧？当来啊，一定说弥勒佛出世了，那人仙界千佛出世了，我当买尊佛出世，我欢欢喜喜想啊，想一切诸佛出世间时候，我都能够成次如来，
就是发愿，我在弥勒佛陀座下当第一个弟子，或者在前佛人现界前佛每一尊佛，乃至星宿界前佛，我都去诚实供养。这个想入非非，但这想入非非很好，你的心里的思念得大难为。福至思念，祝福出行于世，我用很多最善好的工具来供养佛，心大心慰。福至思念，我与诸佛行供养的时候，比诸如来一定的释怀我法。我供养佛，佛要跟我说呀，要说法，那我就身心恭敬，听受佛所说的法。佛叫我怎么做，我就怎么去修行，那我一定时候得入菩萨地。现生就能得，当来我也能行，是吧？以生现生当生三生，如是思维，心大欢喜。福至思念，我当以不可说不可出去行菩萨行，发菩提心嘛，供养佛了就行菩萨道嘛，常与诸佛菩萨而得共聚，不离开佛菩萨，常跟佛的共聚，偶是思维，心大欢愉，这对佛法僧三宝。咱们说打妄想吗？这样打妄想，这不是妄想，把妄想变成修道，妄想都在打的了，但是不会打这个妄想，学着，这叫修行。情人妄想怎么打呢？情人妄想，比如一个穷人捡了一个鸡蛋，他说这个鸡蛋呢，想借在邻居王妈妈那个抱小鸡的时候，我把我这鸡蛋，他给我抱一下子，帮助我抱一下子，有个小鸡了，一个小鸡嘛，但愿是个母鸡，我说他要下蛋，下了很多蛋，蛋再抱小鸡，说小鸡多了，我卖鸡，完了卖的攒的钱能买条牛，这又想了想了，一直到一直发财了，想到结婚了，想到盖房子了，想到高兴的时候，这一脚把蛋踹打了，把掉蛋在脚底下，鸡飞再打，就这么晃，鸡也飞了嘛，蛋也打没有了，这也是想啊，这个想是空的，办不到。但是这个施住的菩萨，施住的菩萨，他已经住在菩提心，现在咱们讲的了，施住菩萨功力已经很深了，到了施勤位的菩萨，他所讲的完全是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，这就想成，这是都在想念当中，作念作念作念，咱们一天都在作念，妄想纷飞呀，把它变化做这个念好不好呢？要是能这样作念呢，就是行为的菩萨了，也是念念不断的，在这一年，在这样的思维修行的时候，这心生大欢喜。福作思念，
我越往西，往西是过去，没有发无上大菩提心，回忆啊，回忆过去，思念过去，说我以前没有发菩提心的时候是个什么情况？那时候情况呢，就是恐怖，恐怖。哪些恐怖呢？活不成了，得要死了，恐怖不恐怖？一切众生都怕死，对于啊，喜欢生，不喜欢死。这是菩萨在修道的时候，回忆过去，展现未来。没有发菩提心之前，总是有些恐怖，生死的恐怖，人家说我坏话，恶名的恐怖，死的恐怖，死就是命中，这跟不活一样的。不活的含义呢，就是一切危难来了，我要死，我活不成。这个呢，是病要死的时候，真正要死的时候，有恐怖。死了，感觉到自己善业不多，好事不多，做的坏事不少，那自己知道啊，知道是要堕三恶道。唯就是怕，怕堕三恶道，倒不愿意住大众中间。为什么呢？怕大众的威德。所以很多的友啊，大家想自己想，怕大众的威德。大众的威德是可畏，就是这样的。说这些个不活位、阿名位、死位、堕恶道的位、大威德位，自从发了菩提心，没有了。这是行位的菩萨，他回忆，回忆过去没有发菩提心，菩提心没成就的时候。有这么多怕，这也怕那也怕，发了菩提心了呢，这些个都远离了，不惊不恐不畏不惧，不怯不怖，一切众嘛，即住外道啊，他不能坏，他破坏不了我。实行位菩萨、初行菩萨，他住在菩提道，发了菩提心，行菩提道，这一切恐怖我都没有了，我都脱离了，心里生大欢喜。供养三宝生大欢喜，行菩提道生大欢喜，我已经成就菩提心了，这五种部位我都没有了，生大欢喜。不做四念，大家注意哦，一个做四念就是菩萨修行菩萨道呢，不是咱们坐这儿想，咱们假使也入世想，从发菩提入想，不做四念就是修行菩萨，修行就是十为修，作念就是思维。这修行啊，是行为菩萨就这样修行的啊。我当令一切众生成无上菩提，在那菩提心又上就发大愿，我呀要把一切众生度尽，都让他们成佛。他们成了佛了，成了菩提道了，我就在那比佛所
让他们先成佛，我带他们佛所修菩萨道，行菩萨行。尽其行受，就是那一段的生命当中，我要做什么呢？我以大的信心供养诸佛，一切的供具，供养诸佛的供具啊，香化灯头果呀，茶食宝柱衣呀，乃世间所有美好东西，我都供养诸佛。那是佛涅槃了，我给他起大塔，修塔，供养佛的舍身。佛死后，哦，涅槃之后留下的舍利叫舍身。同时呢，佛不在世了，还有法呀，我要护持正法，守护依法，入世思维。心大心欲，这也是想高兴了，想高兴了，心大心欲，越想越欢喜，越想越欢喜，啊，这叫修行，啊，修行。犹若四念，十方所有一切四生，我当悉以十方所有一切四界。我当系无上的庄严而庄严之，十方所有的果道依报啊，没有依报怎么有正报呢？把依报修好，以庄严而庄严之，要把一切的世界都修的像极乐世界一样的那样子。皆令具足种种奇妙，奇妙平等清净，又奇妙又美好又清净。同时呢，想自己的神力很大，种种的大种大神通力，住持震动，把那个世界呀、啊。住持震动的很好，光明照耀，普世周遍，如是为心大心欲，想到高兴处，就成就了。我想我们道友没想过，没这想过，想生极乐世界有，说我要庄严一个世界，恐怕没谁想过。自己住的房子嘛，要把屋里庄严庄严，可能都想过。现在我们在干什么？我们大家共同的干什么？庄严世界呢？咱讲到这儿说，咱们盖大殿也好，盖旁边配房也好，来这么大城市修建也好。回想过吗？我这是庄严世界，让一切众生都能成佛道，到我们这道场来，直至成佛。如果没想过的，你现在可以想，那不是打妄想吗？这个妄想啊，可跟那个妄想不一样了，这叫行菩萨行。那你不是为自己啊，我要众生修道啊。庄严佛果道不是为了自己去到那儿住去啊，找要自己买所房子，庄严房子是为自己住的了，这个庄严佛果道是为了众生。那个世界没有黑暗，光明照耀，住到那里头一定没有三灾八难。前头那些个部位啊，五种部位，这死苦啊、恐怖啊、有名誉毁坏都没关系，没有了，这些妄念没有了。
辅佐思念，我当断一切众生。